在這裡我是要求林鄭月娥問責下台，撤回惡法。我們不單止是要暫緩，我們更加是要林鄭月娥面對200萬的民意撤回暴動定義，亦都同時地是去停止濫捕檢控任何的示威者。林鄭是必須要為了現在的社會現況是去問責下台。香港人，我只能夠說，當林鄭月娥她做這個的專訪，她流的是眼淚。我電視上面見到她做專訪，我在監獄裡面想到的唯一想法就是她流的是眼淚，香港人流的是血。我希望政權是能夠是認清到現在事件的嚴重性，問責下台，完全撤回是唯一的出路。